十二月二三时间给你们了。一天星期六下午五点九点来电有一句话啦，来电这句话啊叫做跨越浊水溪。我响应柯文哲总统，柯文哲总统讲啊，因浊水溪以南呢没什么资源。啊，咱你刚才讲的涨嘛，涨会帮我一下坐一下烧嘛。啊，如果我来个办一个三粉造势活动，烧钱刮门票。号召全国志同道合的人，柯文哲没有资源啊，但有三粉支持啊。讲到资源哦，我是真正的啦，因民众党哦，哦散开几列啊，一党真要散的对啦。民众崛起，跨越浊水溪，小天刮门钉。